好，来，咱即马即课过来继续哈，来，来，啊，咱即马以这个主权的问题哈，伫上重要就是家，这个问题你呐，伫家家己厘清哈，伫这个各级搬家，咱家己做一个彻底的分析了。你的脑袋你就知道我们过去来说有去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给它纠正、哦、因为我们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领土、你战争不对是因为那两粒原子炸弹在1945年的8月7日头一粒倒下在这个宫岛、8月7号第二粒在长崎是因为这两粒原子炸弹落了，当场死的就将近到要40万人，伊惊周边的辐射的效应、共伴效应拢阿袂产生的。哦，你若阁加落几粒啊，你嘛唔知要落几粒啊？伊原底就剩迄两粒尔，你后壁你才知伊阁有几粒。但是目前你死样一个人，你做一个天龙，你敢袂惊吗？哦，所以讲伫迄个所在无条件导航。了后所产生，咱台湾即马的国际地位的无正常化，拢是对战争引起的。哦，啊，咱即马，咱会当讲一项一项，要安怎来解厘清？要安怎一项一项照这个法律来行？咱嘛无刀，咱嘛无枪，咱单靠这个兵尔。哦，啊，靠这个法律，因为这个兵，哦，得兵。刀卡来比枪支搁较尖啊！你若像讲奥巴马当上任的时阵，咱对2006年开始改革，哦，咱的秘书长哦定228个，迄个控告的时阵，奥巴马惊到呢。我是一个人权的律师，既然有人搞告人权，伊伫美国的法律制度内底，你茫讲你做一个总统，就足大呢。你是因为因为人家的控告人权，我跟你讲，在这个人权当中，你还是会下台。美国上注重什么话？人权，足注重人权的。啊，咱，你像在2009年4月7日判决的时阵，有5点，这5点敢知啊？有的人知道，但是有的人不知道，因为我在初级班我有说，所以说高级班这个泡泡音我没用下来、哦、这个我没用下来、我现在给你们做一个解说，因为这是在新台湾论里面、190页里面日本放弃台湾的什么会、这我等一下说、因为那5点、第一点美国伊判决台湾无国籍。第二点，台湾是伫世界咱无承认的政府。哦，第三点，就是咱要搁伫生活政治的连接当中，咱要搁伫选举嘛。哦，第四点就是讲，伊有关单位，美国有关单位就是这个国务，那个国务院行政单位。哦，因为行政就是国务院。啊，相共立法就是这个参众议院啦、啊，哦，叫做立法院啦、啊。啊，你若司法院，哦，就是相共司法。伊美国是三权分立，伊分较足清楚，伊的三权伊拢会相共有迄个制衡的功效。哦，就是讲有越权到伊伫司法院，而迄个门槛伤大的时阵，伊会退一步，不会发生冲突。因会退一步，哦啊，所以讲，伫第五点就是讲，台湾要搁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23条，哦，台湾要搁是美国的主要占领权国，主要占领全国，哦，这咱一定爱去做清楚。咱伫这两边的酒会安尼开落来，咱拄啊秘书长嘛有讲嘛。伫富人这个演讲，安尼到即阵超过1亿个人，
来收看，来关心。啊，你敢想讲，伊讲到主权这两个时阵，是伫这个百几年以来，到去讲到这个主权。啊，搁在你敢想讲，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啦，徛伫世界有声音的国际舞台内底？向国际来发声，替台湾人来争取这个国籍，你甲想，这是非常的足坚强的女性诶，吼、哦，咱应该爱甲鼓励咱的妇人者。这有都是啊，当下我想想诶吼，家己嘛足甘心啦，吼、哦、啊，所以讲伊迄两天啊，身体吼小可感冒。哦，这波的感冒足严重，咱一定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哦，尤其是韩国这个 SARS 嘛足严重。哦，所以讲在座回去，哦，因为我有小小一个建议啦，哈、哦，和大家做一个参考。洋葱，哦，你用洋葱，哦，啊那内底有菌，你头甲尾该切掉，啊该放的伊会杀菌。洋葱啊，蒜头加加挂。哦，因为算讲咱人的抵抗力就较有哈、哦。来啊，这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哦、第二条 ，Article Two 哈、哦、第二条的 B， 叶片为人说是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哦，就是讲偏哦。伊这个意思就是讲，就像我拄安尼讲的，伊日本伊是放弃。主权权利就是管辖治理权了。啊，为什么咱爱放弃三项？吼、哦，爱放弃三项，就是因为咱有领土的性质。天皇伊还过迄个义务，所以讲伊这个无放弃。咱今日伫遮，咱在讲的法律，咱也是讲去甲苏联、普廷啊。讨这个北方四岛，咱是有权利通去讨呢。安倍伊已经去两抓，莆田拢甲讲，你爱阁转转来读册。做这个首相去到遐，皇宫你阁爱阁转来读册，迄足无民主的呢。啊，是为虾米？因为即马的日本新日本，吼、哦，就是即马的日本啊。伊个宪法内底，伊无包括台湾、甲澎湖、甲琉球。安尼你敢知？你真若要去甲过这个日本啊，是不可能。因为法理上啊，伊要个是天皇的地域地区啦，但是实质上伊真已经独立吧。哦，啊咱要个是。大日本帝国，吼、哦，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哪讲即马有人讲啊，大日本帝国敢够有滴个？有无？天皇哪滴个？大日本帝国都有滴个。哦，这恁拢爱知啊，哈、哦。来，即马佫有一点重点吼、哦，就是这个开罗公告，吼、哦，加这个波茨坦公告。这个比较重要，因为马英九嘛咧讲，那依照开罗宣言，哦，还是迄个波茨坦宣言，对不对？台湾，哦，就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你甲想敢有可能？来，我即马安尼甲你解说，你就知影这个意思。这个主权，哈。这个三问题，这个是国家甲国家在谈论的啦。啊，咱是政府，咱唔免，咱是知影这个意思就好啊。你像公司，甲公司要签约的时阵，这是一个 SOP 啦，是一个流程。你公司甲公司要签约，一般是不是咱一个说明会？要签约的时阵啊，哦，一个说明会，这个说明会的重点，你要提出嘛？提出了两方面，咱来讲哦，来个一个会中会，哦，这就是要进入这个签约的阶段，的进程，
这个有一个会议。啊，你咧讲的就是讲，哦，我公司的一挂机密，在签约的当中，啊，未签约，吼、哦，你未使甲我泄露，哦，我的公司的机密。哦，这就是两方面，你爱要签约的时阵，大家拢爱提出啦。哦，啊，你袂当违背着咱进前吼、哦、所讲的，而且的内容拢爱写伫合约书内底，即、这个合约书内底。但是一旦呐签约落啊，哦，这就是合作的意向书，哦，啊个合约书就是这个躯体。哦，你这个宣言。哦，这个公告，两个公告，这个开罗哈、哦，这个是伫迄个埃及啦，哦，这种是一个开拓哈，啊，这个波斯坦，这个就是伫德国的一个小城镇哈、哦，叫做波斯坦。啊，你该想讲，咱的合约书那签了，这有法律效用无？有签约。哦，这都已经有这个法律的效用，但是这个宣言 （declaration） 这是咱口头上讲的，你袂当做法律上的依据。咱拿空嘴保证公共的，啊，你也拢总无签约，安尼敢无遵守？无遵守。但是一旦呐签约了，你就是要照你签约的迄个流程来进行。啊！你进前的遐个意向书啦，吼，啊遐个说明会是不是都无算啊？就是照合约遐内行嘛，对不？啊！你旧金山和平条约，吼，马修港开罗宣言，这个公告加这个波斯坦公告，是不是讲这个罗斯福加丘吉尔加？蒋介石因公讲的，就是讲，伫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结束了，哦，就是这个太平洋战争结束了，伊要将台湾来还哦中华民国。但是迄阵是1943年的11月26日，这个时间台湾了个是啥个？是日本天皇，但是迄阵是要个殖民地，好、哦。因为在1945年4月7日了，伊经过这个 SOP 了，将台湾甲澎湖合并伫伊个领土，变作领土了后，你一寡啥物，你迄个公告啦，遐都无效去啊。啊，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总共27条的内容，拢。每一条，每一条，拢是硬硬硬，拢讲甲足详细。啊，若安尼的话，你这个波斯坦公告、甲开罗公告有效无？无效。但是即马是按照虾米会上有效？旧金山和平条约是48个国家所签约，啊，即嘛经过美国的国会。等同宪法一通过就是等同宪法，所以讲你伫日本要修宪，这个门槛上大，因为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母约，只有当复宪。啊，复宪要安怎？复宪修宪，你若修宪，是不是变作大日本帝国？怎么是个修宪倒转来？啊，安尼会使袂？袂使。爱变作复现变大日本国，这个都无这个帝国啊，变作大日本国，吼、哦，安尼来以后，伊若修宪过来，台湾、新日本、甲琉球的 Commonwealth 变作邦联，吼、哦，安尼这方面，这个有了解无？哦，这个嘛要足清楚哦，啊，无那外口的人跟你讲，人卖研究就讲啊，按照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会，都是安尼来。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哎，
来啊，影响国际台湾国际地位的因素有足多，吼、哦，就是咱即马阁讲倒转来，就是对，吼、哦、近代史，吼、哦、1895年，吼、哦、甲1845年4月1号，这就是台湾战争史，吼、哦、甲五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包括汉战，汉战是伫当时1950年6月25号，就是韩战爆发。即一天，啊，所以讲杜鲁门总统，伊讲伫27号，6月27号就宣布台湾地位澳，等到太平洋战争稳定以后，大哥来讲，哦，啊，是不是你甲包括起来，台湾的地位是不是拢是战争来引起的？哈、哦，拢是诶，拢是战争所引起的，哈、哦。搁再来，这个汉战爆发了，在因当这时三巨头，吼、哦，就是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甲这个美国的总统这个罗斯福。啊，罗斯福，伊我伫初级班会应该知影，罗斯福吼、哦，伊有分作大罗斯福甲小罗斯福。啊，大罗斯福。因这两个甲小罗斯福啊，是结拜兄弟，那种堂兄弟啦，哦，结拜，这个是1902年做美国的总统，啊，这个小罗斯福伊伫1933年，相隔31年，哈、哦，啊，伊这个两个总统拢对美国足有贡献，就是唯一。小罗斯福，伊伫全球内底，伊做过4任的总统，4任哦，进全球内底多伊尔，啊，就是因为伊对这个国家的事务伤过繁杂，吼、哦，伤过忝，所以讲对伊了，迄阵就是变做2任，所有来拢2任，8年尔。哦，啊！伊这个我那有相片，但是伫这个高级班我无用，初级班的时阵恁会当看哦，包括伫北京外口，咱嘛有伫遐翕相。哦，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吼、哦，那个小旗子，嘛伫北京出现的是，但是伫外口啦，唔是伫内底，吼、哦，伫围墙围起来，哈、哦。啊，这个国际法的规范吼，就是伫这国际纠纷的事务吼，咱来做一个判例吼。啊，伫这个新台湾论内底，就是讲综合各不同的诶迄个面向吼，每一个人咱爱解说，就是这个关键点伫新台湾论内底一寡市政国际法的规范。哦，包括法院的判例啦，哦，还是这个惯例哈、哦，国际法处理的惯例，一定要让恁理解，因为新台湾论啊，国际地位这是一个圣经，哦，咱要好好啊，解读。你呐逻辑有捌的时阵，你就互问，会问袂到。啊，那无吼，足简单。我记一个咧吼，这拢是阮拄着的咧。起先啊，我伫2011年诶6月17号，家己台湾民政府，吼、哦，因为过去我伫民进党吼，嘛足济啦，实在讲到那讲到遐吼，我实在嘛是头壳安尼无啥啥，那懵懵啊，啊人啊叫咱出钱，咱就出钱，啊请游览车，咱就请游览车。啊，对屏东安尼，就几啊台游览车，十几台游览车啊来到台北安尼，啊嘛无创啥，就那游街哦，啊那画画抗议，啊就搁坐顿来食屏东，搁坐顿来安尼，啊钱开了了，咱就是足戆个，咱若做遐钱哦，啊俭起来，啊无嘛讲，吼、哦、人无钱个，啊无6000块你上，吼、哦、啊你就较无钱，有呢，咱真正动心为学生啊想袂来。真个学生啊，啊！你个想讲，真打工一个月当几年？
包括即阵的新加坡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因大学生毕业了后，上届无那折合台币啦吼，拢有70,000块以上。哦，因为我这边吼有去日本，哦，因遐景色是啦，规划到有够水的。伫农业，规片哦，过了百家农业，因就是拢伫农业的部分，工业就是工业，拢做密集。哦，因土地嘛算真宽啦吼。啊，农业的部分，伊中未甲你坑着工业。啊，你伫工业的部分，伊嘛未去甲你坑农业。农业就是农业。工业就是工业，啊，大个所在足水个，拢整理个大个吼，啊，头前拢花园，啊，拢迄个像迄五叶松，吼、哦，拢加加足水呢。迄我伫初级班吼，我有用迄个相片，啊，后壁因做农后壁一间就是放车、放农具、放田机遐。人迄拢困甲足好势，啊大个就是住甲足舒适好，迄看到迄落感觉哦，咱是讲啊空气够好。吼、哦，咱以后台湾嘛会规划甲安尼，啊，佫有一点拄讲到遮，吼、哦，昨我佫甲秘书长伫即个圆桌吼，阮、哦、咧开会当中，伊曾经啊，我是迄阵是有听伊讲吼，我们领工资，咱伫即4,000名内底。领公职，就是讲你袂当个领老人年金嘛，哦，安尼唔当合理。但是秘书长，就是因为有人甲我问，我想讲好，伊即我无确定，我唔敢甲你做决定。我来伫开会当中，我当个来提出。哦，啊，秘书长张武讲，过几天是用非常坚持的语言，哦，即4,000名内底。咱兼会当个领到老人年金，咱领双方。除了公职以外，你老人年金要给当领，多咱只4,000名了。你唔是讲你我请身份证就有，唔是哦，哦唔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讲，伫这个参众议会，咱有这个通过这个法案，是唔是伫60岁？吼、哦，就会当领，还是65，吼、哦，就会当领，吼、哦，咱就有这个福利。伊多咱只4,000名尔，哎，咱个那每一个月，咱就开36,000就好啊。啊，咱的薪水咱拢甲欠的，啊，一年咱有2个月通啊出去佚佗，但是唔是全部嘿，你爱嘛爱老手呢，你拢全部。弄出去佚佗是袂使吼，你部分咱分配，吼、哦、按2个月时间，吼、哦、看要来法国啦，啊要来地亚，吼、哦、英国每佚佗所有所在，但是我较爱去的，就是日本甲美国这两方面，中国，吼、哦、我袂去遐，因为我一个足歹的印象就是我倒来。在美国要回来的时候，哦，拢小工伫甘乃迪机场已经登机啊！啊，我伫72号就伫买啊，072伫是买啊！啊，我诶头前带好一对中国诶红阿婆，啊，伊挂小行李嘛，啊，要放伫个飞行机顶诶迄个置物柜内底，啊，买啊，伊是买啊遐吼，拢放咱咧坐迄个被单枕头，啊，伊即马无通啊放吼。主遐被单甲枕头拢共扭扭了，直接座位啦。啊，你扛起你无要紧，你家你的物件扛起。即卖因太太甲讲吼，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把它拿下来呢？你要放上去，不理他。你要看迄个足傲慢的迄个心态。你物件共客客了，等等，啥物坐啊？结果个是因太太吼，甲迄个空中小姐啊，慢慢个扣。哦，啊，伊说袂落啊，剩咧当揢伊家己，因咧有迄个小姐内底买啊遐，哦，一挂置物柜遐藏。你看，即种的教育，买菜咱甲咱的教育安那比？还佫有一点，
日本伊个教育是甲这个交通、交通摆伫因教育的课程内底。因关系吼，拄啊开始装卡哦，伊拢有插机啊，拢有迄个像迄关东企业呢，伊即马就是讲交通运动实施中，是安怎？我听因迄文章吼，因在讲因前国校。国小，你还未摕到迄个驾照的证件时阵，因就开始教育啊。安怎教育？伫这个运动场实际哦，吼，就像咱这个防护衣拢总穿穿好。啊，你即马伊会举例，你穿红灯安怎？会安怎样？伊即马吼嘛是设置一个红绿灯，吼啊，你即马你青灯是毋是咱行人要行过？伊即马车落单算冲红灯嘛，直接当甲弄落，啊弄落吼，但是伊是进前伊迄是一个表演，但是你本身防护爱做好势啦，向红弄落，但是伊就会甲伊讲，啊救护车来载去，啊迄个病，吼是脚断去啦，啊是严重人亡生死去，啊死去安怎？比如讲伊是30岁，但是伊进日本边境的年龄80岁。你要给他背50年呢？啊，50年好，卖讲偌济，得一个月伊15万的日票，那折合吼，真是1:4嘛，吼、哦。你甲想讲，伊本身要赚伊饲伊家，伊爱阁背这个人背到50年，因的教育是因的教育，国校、国中、高中拢安尼教。咱的店家是控30线呢，足高的呢。啊，咱才控几线啊？哈，有我知影要抽验迄个所在吼，店家控甲足高，差了空哦，足轻呢。但是今啊，才无几工尔，落一个雨，我又阁是空骨啦。阮伫遐坐吼，啊，阁而且因上新的车，阮是坐。啊，未超过2年的车，新车，吼、哦，新的车。但是伊即马新车有卫星导航，迄、那个 GPS 加迄个感应器，就是红外线。伊到啥物时间啦，发生车祸时，伊会甲你自动减速。吼、哦，啊，你公司就是讲这个游览车公司，这个车出车了，卫星导航伊就开，这是上新型的。你行去到底？伊拢知影，但是因个旧型个游览巴士，就是迄个计程车司机，透早要开车，伊就一个记事簿，来我几点几分，我今日要对对出发，就写。了后，伊这个当中这行驶个时速差不多偌济，拢爱固定，因个时间足准时个。了后到一个目的地。伊就是个抄起来、写起来，即一天落来，一个月落来，拢是爱安尼记录。啊，记录了，伊交转去公司，公司是会由政府的有关单位来抽查。你若去有抽查到，你无按照你的记录的迄个记录在行，你也是超速。我甲你讲，那你也着较早因是罚钱，即嘛毋是，即嘛就是用即间公司甲伊撤职。无白，你甲看人个交通是做干安尼，啊，因个游览巴士个车道，迄、那个距离偌宽，2米8，2米8尔呢，咱遮是3米半，不是发生车祸。我伫啊，拄啊听着一声，迄五工拄啊听着一声喇叭个声，一声个喇叭。是因为咱要去江户看迄条溪啊，吼，遐溪啊拢台啊。我在初级班，你们有上过，恁就知影，迄台啊拢一只5-6斤，啊，我拿了吼，甲压诶，吼，啊，着贵个足济。你啊看人咧溪水啊，是保持甲偌清气。迄若咱遮着走来聊了了，还佫有通看到鱼啊，你要伫看，对不对？我讲咧无过分嘛。啊，人是安尼保持甲好，你要看到鱼啊，啊嘛有迄金鱼啊。啊，因为阮要鱼哦，那我建议讲举大支的旗啊。
啊，结果呢，这个欧里桑哦，车动的，伊毋捌看过迄个机啊，动伫遐看，啊，青灯啊，毋知影通要行，是因为后壁迄台车甲伊喇叭，青灯啊哪里爱行啦？安尼意思啦，因日语我袂晓讲，我是照安尼意思安尼。应该是安尼，啊，无伊家己咧爸要创啥？啊，伊顶看讲，啊，看咱行行行行，啊，举迄物件到底是啥物意思？好奇啊，唔知呀。我都听到，我刚都听到迄个喇叭的声。人作修法，作修规矩。啊，那咱家，吼、哦，那看到增加遐狗屎囡啊，我就看到就作硬。我多摆个用个迄迄。冰冰叫啊！那伊个叭叭叫，哦，我足想要炸落吼，甲推推推下就对了。啊！你即摆话你开车甲伊拉叭袂使呢，伊甲你认呢。哦，所以讲，咱在做，那以后做咱台湾政府的行政官，因咱要改革的爱足济，啊，我奉劝大家心里爱有准备，因咱随时会急症。咱心理上，咱来做一个调整，就是讲，你要改变别人，你一定要先改变你家己，这是上个根本。因为你本身家己都做不好，哦，像我嘛，甲贵下即个同心讲，你茫阁暴崩人啊啦，无甲喙齿个规个红怕怕，哦啊，即个香嘛，无伤过点啊，即嘛一个长哦。啊！即卖嘛无法度啦，汤也无够，用一个迄个细卡汤啊，哦，人咧油菜迄种汤啊，细卡迄，放伫遐，昨我去甲看半汤，惊死！啊，咱的女童心嘛有得食，其实唔是讲叫你盲食，尽量食较少的，哦，尽量食较少的，因为荤你食侪对你细胞嘛无好嘛。哦啊，结果呢？咱迄日去本顿来吼，拢一挂东心寄咧买粉，真正哦好啦，迄咱卖讲来，吼、哦、啊，这就是我拄啊，我有强调吼，大日本帝国的政府放弃领土的管辖治理权后被闲置。大日本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的政府，这就是国体的国体哈、哦。来，天皇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无比处分，指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国体，这就是帝制的国家没有被废除。卡斯公那是伊有废掉的话，哦，就是被处罚，今日。大日本帝国的台湾跟澎湖，甲其他的地区，拢变作无主地。啊，那无主地，伫这个国际法来讲，就是讲先占先赢，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讲起来，嘛实在足好运的。啊，这个就是伊。吉田茂，哦，以周旋的谈判能力，吉田茂吼、哦，伊是足死皮迷赖的人。你人家讲啥，伊拢讲好，但是伊会拖时间，伊会甲你讲一寡道理。哦，这个人真正足无简单嘞。哦，大日本帝国以。政府跟台湾一样，都是奉行明治宪法。然而，现在的日本政府伊所奉行的是和平宪法，哦，就是麦克阿瑟改修改的明治宪法，就是我即马咧讲的这个新日本政府啊，伊的宪法内底无包括台湾甲澎湖，哦。因此，伫法律上，即卖日本政府甲台湾无种属从属的关系，哦，第一，伊修宪还是复宪，哦，日本政府的宪法领土无包括台湾、甲澎湖、甲琉球，哦，这是铁证，哦。
来，咱即摆来甲看结论吼，就是讲天皇爱护台湾的人民的心嘛，吼，甲国际外法律是救着台湾。第二就是讲杜勒斯伊的人心甲吉登堡的智慧甲能力是奠定台湾的命运，吼。第三就是讲咱秘书长。吼、哦，伊个人心智慧，加上伊个能力，会当将台湾的地位，吼、哦，拨云见日。这点啊，伫恁伫高级班，包括咱三礼拜后的这个之前训练，为什么都爱叫恁来上？伊个目的。并不是无人呢，为什么咱拢爱家己掏腰包？伫美国伊嘛规定啊，甲咱秘书长讲，你要全部开放。开放这个意思就是讲，你伫共产党也好，伫国民党、民进党、其他的政党，你拢都会当加入，因为那是公开啊。哦啊、所以说秘书长也是尽量维护咱本土台湾人，甚至咱的政策就是说咱若接到政权的时阵，所有的公务人员拢总是爱用咱本土台湾人，就是说你有迄张身份证 TW， 吼、哦，也 People of Taiwan， 迄本土台湾人，伊。你中国人好啊，到这六七十年，你嘛做有够啊！换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来做，这就是予咱的一种的保护甲保障。啊，你若无的话来讲，哦，像讲，你若半山，哦 ，PTW， 哦 ，People on Taiwan 这，就是讲，你对台湾民政府内底你有贡献，就是讲你招人。哦，啊来上课，对台湾民政府有贡献者，这样，咱来当提早，哦，提早，甲你转变为台湾民政府的公民，就是咱台湾政府的公民。啊，你若公民，你就有遐福利啊。拄啊，就是讲，即马遐中国人换要看病爱钱，无健保，哦，啊，咱拢有。免公保啊！哦，咱本土台湾人就是凭你迄张哦 ，TW 就是本土台湾人，咱看病唔免钱。啊，即马即个中国人因为占领方啊，占领方哦，就是即马目前代理占领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伊伫遮啊，有真侪咱本土台湾人。伫遮咧摸后脚，遮等下咱台湾民政府呐接政，有人讲、嗯，我一个月爱个领偌济，你台湾民政府来接政，你嘛应该嘛爱遮互我领。我甲伊讲，无可能，因为咱嘛是爱按照美国的社会局诶，即福利局来八百甲千二。哦，你若为纳税金纳较济，啊，你着这个福利，这個、老人年金，你着会领较济。啊，若无的，你着是领较少。咱做一个标准，但是咱秘书长有讲过吼，咱这四千名，咱是拢有优惠，咱拢领千二。哦，啊，这你若要甲做外人做改税的时阵，你会当用 N A 来做改税的方式，吼、哦。要过有咱的厝，可能啊，咱的造镇，咱以咱这四千名来做暂时做主体，就是讲咱全台湾有五十个郡，六个州，吼、哦，这五十个郡内底是不是有郡议员，甲这郡来个？间隔这个编辑，哦，啊来做
你这个地方吼，啊来找一个所在，才先来去，去别种色的嘛好。吼、哦，我是我个人啦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我来讲来抢日抢日本安尼哦，吼、哦，去啦足水的，真正足水，花园就是花园。迄人大咧，唔再感觉讲足轻松诶咧，袂讲一透早起来就安尼吵吵闹闹，后迄鸟啊啦、狗啊，那不时常爱飞。人日本无呢？啊，你若有人去日本，你甲看日本，敢无迄条流浪汉？有无？日本无流浪汉，台湾有流浪汉无？有，而且。嘛有这个小的慈善机构，我来讲，整个这个政府也好，这个国家也好，你若有迄个慈善机构在救济这些平民哦，我来讲，迄个政府爱挖起来啊啦，最近来拍破案呢，哦，爱换咱台湾民政府来执政，因为你甲想。这就是政府小的福利做了无好嘛，到这烂面啊！你甲看日本敢无烂面？无烂面，因为因的小的福利做了足好。啊，咱唔是啊！你看我若看到迄阿伯啊吼，迄年岁较侪，伫迄在捡迄保特瓶哦，真正咱心啊，真正足唔甘的。以这个小的福利啊，你做了不好啊，的地数贫富不均，无平均啊。哦，啊，我以今时间嘛要到啊，哈、哦，我就是讲，伫这节课当中，伫这个大家要安怎来研究这个新台湾论，哦，啊，我是做一个我本身，哦，诶，这个经验啊来分享，和咱大家，哦，好，谢谢。